那我们就很单纯，去小径打通气魔兽。一没有就在二，没有，我不是说攻略全日文啦，就他这种游戏的名称是日文，游戏里面的专有名词。よし、行くか。就帕尔姆小径啊这种，那当然有汉字配日文啊，所以大部分都没问题。好可爱哦！出神一下，出神一下，太 Q 了吧！有些动作还不同哎。我是谁？魔法少女，魔法少女就要陪伴着神秘的魔法生物。去念念，大家可以尽管看。说这只怪物的 A 实际很可爱，可是很难看到他们施放，那就随缘了，好不好？太可爱了吧！相手にとって不足はない。到底几只啊？大只的粉红原羊队啊，还有粉红原羊。那我们。就轻一点的打好了，好不好？避免一次就 KO 掉他们。不过就像我说，理论上，对啊，他们还是有点本事的。浑身一击，我们给彼此心眼。这样也可以多待几回合。被挑衅啦！刚做什么？超强！不是啊，我说。劳拉，你的速度也实在是太快到我都哭了、啊。我们只用侦察器侦察小子哦。艾玛，艾玛，艾玛速度怎么会这么慢呢、啊？艾玛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艾玛的，有没有办法加快他的速度。
哎呀，哎，居然没躲掉。哔哔啵啵哔，解析完了。任せてちょうだい。防御阵容，防御阵容。那肯定不是 SG 啊。好，看一下他蓄气的攻击。哇，很会造人哦！我们全部都弄在劳拉上面，这扣雷呢？给你补一补吧。哎呦，又是不同的能力哦。龙卷旋风脚，你要死啦！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攻击好不好？还慢慢走回去。是说我们 Link 也要换一下，我们就差没有看过李恩跟劳拉。不行啊，我觉得他们没有在秀什么能力了。没有补血，200魅惑，这我们还没看过，对不对？秀一下。女神之吻。好像是风之女神。哇，全能力大暴走。这被打到其实还是会疼。好吧，他没有什么别招了，我们就这样了。维欧记再见。还有，我的番だな。那个卷轴回战，感觉挖你马上踩的比较快了。他们好可怜啊，要被剁啦！哇，哇你妈超强哎！超级挑衅，我觉得你们还是去死吧。任せてちょうだい。行くぞ。让劳拉打，劳拉带敌人。哈啦！还能有？太多了吧！行くぞ！突撃陣！レッカー！俺の番だな！哇！見ろ方、早く！今だ！
对，你们在干嘛啊？怎么那么多只？来不停啊！防御一下，以防万一。Testing， 超多。放开吧！还不错。哎，他这样会不会把我们全部都挑衅？我觉得应该是看不到 SG 啊，因为理论上 SG 就怪物会有一个，也会有 CP 值，所以你要看到他们 SG 就一定要打很久。嗯，哦，我们其实还可以，哦，一回合只能，对，一场战斗只能用一次。大爆射结束。留下，我现在开始都觉得想说，说不定会有第四回，他们就堆高高，变得超高。以前也有这种，好像是空轨 FC 的时候，合体元阳。俺の番だな。我们给他们最后机会好不好？还两只，就是你们最后机会喽，你们都锁血喽，再不秀就没了，没了没了没了，不可原谅，你是夺气啊，劳拉。任せるがよい。マイル。ええ。許せない。許さん。还是生气。すぐに視察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行くぞ。合体。白白痴。任せるがよい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是在哈喽。受不了啦！去死啊！白痴！这再不杀，我们就危险了。OK， 抱歉，你们必须死。直接来了，气死！我が立ちは無。見えた。这次我没剁死，就要用艾玛赶快大招，但应该会啊。DNA 拜托，よし、これで大丈夫だ。殉难攻守，四点二，成了四点二，三万哇！各个经验值超级大爆升，
其他人有29000、欸，其实你看后备兵的经验也是很高啊。基本都 LV6 了啦，你看那核心回路不是 LV5 的那个经验值都超高，7000-9000。よし、掴んだ。掴んだ。やったわ。精進あるのにだ。真昌烈斩。やりました。月之气息二。精進あるのみです。各種ステータス。还追加一个羁绊，这真是太……